青菜乐园哦，看这样子真的人好多、哦，真的蛮大间的。然后今天的话是礼拜一的晚上，哦，也是蛮多人的，那整体上还蛮可爱的。但要讲的话，好像在排队哦。大概绕了一下，是这个可能想玩都有一点困难。人太多，哦，厉害哦，马上就夹到了，出货。这里也是三栏，哦，很厉害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哦，出货了。哎，这不是塞好的哦，这里还要套圈圈哎。套圈圈哎，神奇哦！一局的话五点，哇塞！我怎么觉得我来到了无印良品的感觉？太冷了。哦，这里有一点冷哦，进来真的要穿外套。哦，这超可爱的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兑换商品吧，一番赏。兑换的商品用的也是蛮可爱的，东西蛮多可以兑换的哦。这个也都是兑换的，我原本以为这个是卖的，不是，是兑换的。哇塞，对，就是没有写韩国啦，就是饰品类的，因为其实饰品的话也是分蛮多种的，所以它兑换的商品蛮多的。哎，从这边开始的话，还有一些冷冻商品可以换，哎，哇，超厉害的，都是可以兑换，就是看你打出什么样的几点就来兑换。哦，这冰淇淋，哇，拍的蛮好看的，还有这个，哇，也是都有兑换的点数。酱料也有哎，厉害哦，真的，那你换什么都 OK。你看，连这种袜子啊、袜子类的都可以。好，袜子类的话，也就是看这个两点、三点、法库三点都可以兑换。然后还有所有的文具，甚至红包也是，都不是卖的哦，都是兑换的，蛮厉害的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假假的部分，目前。超级无敌多人哎，这么多人我也不用试台了。这个钩锥哦，哎，好厉害啊！人家也要出货了，你看，超旺的。我们只要靠近，是不是都出货？对。然后这个还这样子，这算还蛮佛心的啦。你看，你们来看，这个就是干洗法的那个，有没有？这个感觉就拉一下就全部都下来啦、啊，这个有没有感觉蛮好拉的？零食还是占蛮多的，比较多。然后这种小积木这样排应该也算还不错了。小包饼干啦、啊，你看打这种小包饼干就一点了，是不是也很好兑换啊？这个感觉就蛮好夹的、啊。还有一些小鸡排。小金牌也都补得很满哎，但是就没有几点了，就没有几点活动。但是小鸡腿你看都这么满，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而且它这个保夹设的也不高啊，60。